在图物的袜子竟有这种特质。请问喜欢穿图物袜子的人有什么样的特质 ？A. 自我意识比较高 ，B. 待人处事大方 ，C. 做事不拖泥带水。为什么喜欢棉质的东西？它是一种恋物癖。我好多眼镜布，我舍不得用。你很喜欢布，尤其是你老婆说的时候。我懂。今晚九点，东森综合台《全民新攻略》。